我百发百中。有话快说，小子。什么事啊？如果发现夜精灵的尸体，就呼唤布莱尼。我们一定要查出这个异象发生的原因，务必进行调查。真有趣儿，祝你好运。现在就连死亡都无法阻止你。没有愿意复活的灵魂。你们以先斩当目标，因为我们紧追在后。
需要目标。我要先找到目标。找你的女妖之王吧，我们来了。你要什么？你后面那个是什么东西？有话快说。我以远古咒语召唤你最残酷的冕下，我以此祭品命你赐我黑暗面容。现在我们要贯彻正义，黑夜战士，你与我同在。还有一项工作要完成。有个人不断战斗，但还是失败了。黑暗女王，她特别指明要这个人。
这位是谁呀？猎人反而变成猎物，这句话我都快说腻了，不过很符合现在状况。不，这不应该。还在等什么？动手！别考验我的耐心，尽量不要死掉。我就知道你没种动手。有话就说。做点有用的事。我们完成准备工作了，可以开始进行仪式。凋零者！哼，有不速之客，保护华尔奇。有话快说。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，怪物。真是粗鲁啊，树心灵女王，剑甲好像有用。你现在是什么女王来着？我不是女王，只是替卡多雷报仇而已。你什么也不是，唤醒他们。我需要目标。起来吧，风女妖之王西瓦纳斯之名，我赐予你这道赠礼。一辈子的，我可不是你一个人。上！什么？你的死期到了。我来争取时间，完成你的工作，这边交给我。女巫，你会付出沉痛的代价。走，我去追他们。不，先召集部队，这件事情以后再说。让敌人受苦吧。我竟然傻到会相信。别考验我的耐心。你很全部吗？
整批货都没了，粮食被搬个精光，只剩这家伙还活着。博昂萨姆蒂，不要带我走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要把补给送到前线去，就跟平常一样。动作快，天亮以前要把补给送到部队手上。怎么了？相信这种事情啊，哪个夜精灵有这种能耐？我知道什么人有。绝不会退缩，为了部落。有话就说。有话快说，再见。你要什么？保重。有什么事吗？愿你的刀刃永远锋利。